哇，又牵制出现问题，哇！现在上三垒，球没有接好。哇，这虽然今天捕杀这个主杀捕手表现得很好，但是在牵制的部分，投手已经是第二次了。对，牵制方面要多练习。 牵制比较难的地方，就是第一个叫投准，第二个就是跟游击或是二垒谁进来补位的啦，那个默契，要做清楚。刚刚那个牵制哦，距离差太远了，所以要再加油。